口号就不喊了，落地就发现一个小可爱。哎哎哎，狐狸，怜香惜玉，懂不懂？脏活累活还是我来吧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人美自有天助，人帅自有天帮。今天这圈真是绝了，安全区一刷再刷，却跟我们没有一毛钱关系。麦克带着包子狐狸正在肆无忌惮地狙击敌人，而我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提供后勤保障。三级头甲是标配，空投武器人手一把，子弹多到装不下。从来没想到吃鸡还能这么简单。倒地还带瞬移的，这是开挂了吗？算了，不纠结了。物流的子弹还有708发，哪怕你是开挂的神仙也无所谓，因为我有足够的信心把你打成筛子。前方有危险。一枪换一枪，狐狸帮我挡了枪，不就是对狙吗？我还能怕你不成？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虽然有自救器，但是结局早已注定，你还是安心的去吧。没想到竟然是个淘汰王，现在就剩一个人了。面对漫天飞舞的手雷燃烧瓶，此时此刻瑟瑟发抖已经不足以形容此时的心情。压抑了许久的 Mike 还是忍不住飞了出去。难道就这么结束了？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。 SLK 这下翻车了吧，先是狐狸又是包子。 Mike 可好，直接被人装进了盒子，人我就不救了，你就做好躺机的准备吧。包子狐狸别冲动， Mike 祭天法力无边，咱们赢定了。这个淘汰王死得太冤了，与其被毒死，为什么不出来钢枪呢？我是杰西，专业过瘾从未失手，为了吃鸡我竭尽全力。